把你们双手举起来，让我看到你们，好吗？竹蜻蜓跟叶子在哪里？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。哇，来了好多人，有没有想我们？有多想我们呢？待会儿去抱抱。对，其实今天呢，天气已经降温了。从我们来快男的时候，天气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冷的温度。那这个夏天呢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所有的粉丝，叶子军团，包括其他十五位兄弟的粉丝，也认识了我这位好弟弟韦斌。那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给你们其实带来的歌曲，可能说多也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那今天呢，就希望大家听一个痛快。那带来的就是第一首歌曲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抛出局。谁说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只懂得暧昧和傻笑？一看你说话的方式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只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场？没什么大不了，先叫再叫再重要，爱就不要早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梦变态，我是被害，他用酒瓶砸我脑袋，夸我帅，人海中就我一人挂彩，像个短片，成个失败，孤独总是很不乖，三天两头就来找我麻烦，以为睡觉开了灯就能照亮幸福我的人生啊。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，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？不必证明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神经故意装神秘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爱情三十六计，爱情三十六计，爱情三十六计，尖叫声啊！